家好，我是小耿，是一位萌新的迷你小玩家。看到身后的一大片蓝群，以后你们就是我的保镖啦。转眼一看，就是小耿的后花园，已经也有模有样，嘿嘿。接下来小耿就要正式驯服这群蓝，准备收拾地心人了。但很生气的就是，这群蓝不仅老是攻击人，而且还大吃贪吃，可恶的家伙。你看，喂了他们东西吃，还被他们咬，嘿，可恶哦。算了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小耿还是要给你们做吃的。想想之前养的小羊，看到没，满满的一群小羊，小耿还没有杀过呢。正所谓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加上狼最爱吃羊呢，就牺牲你们吧。先把身上的东西整理一下，看看等等杀了多少头小羊。拿起我的铁剑，小羊们，你们的使命到了。为了能让小耿顺利的去地心，去击杀远古黑龙，维护迷你大陆的安定，就牺牲你们吧。我砍，我砍。果然杀羊也很费体力啊，一下子就没了饥饿度，吃块小鱼填填肚子先。这击杀的速度也太慢了，冲进羊窝，换上钻石剑。对不起啦，小羊们，维护迷你大陆的安定有你们的一份贡献。10分钟过去，好累呀，杀了300头的小羊不容易，赶紧拿起烧一烧，喂养小蓝们，然后准备去驯服了。等待美食的过程总是煎熬的，先把农场的小麦、水稻、南瓜都收一收吧。水稻可以做米饭，南瓜之后也能做南瓜灯，用于装饰，嘿嘿，生活都会慢慢富起来的。好啦，食物也做好了，去驯服小蓝们。拿上羊腿吃吧，小蓝们，美味的羊腿，你们怎么不吃啊？这啥情况？真的不吃哦，这什么情况？小伙伴们，你们怎么砍啊？算了，不吃就算了，留给自己吃。哇，怎么还有咬我？我没打你啊，给羊肉你吃又不吃，想怎样嘛？算了算了，不跟你们一般见识，拿起肘子，不是给你们吃的，我要换骨头出来驯服你们这群不知好歹的家伙。还咬我，先出来再吃。真是生气哟、哦！来来来，驯服你们，吃骨头，跟我走吧。吃了几根才跟我走，真是贪。我去，11个骨头才驯服2只，你们还内战起来？快出来，我2个保镖，驯服2只还死了1只，小伙伴们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